1955年底，我军在辽东半岛举行了在方面军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，中央领导同志亲临现场参观了这次抗登陆演习。 叶剑英同志亲自指挥，并担任总导演。同志，您看情况看。 目前这是第一次两个军的兵力啊，正在这个发展这个登陆上，是吧？一部队呢是两个军，是我集团军的后方一部队，正在向这个庄河啊这样前进。你看他这个时间有多少？一天半。这时间很紧。我们开始的这边是一个第五集团，这是第四集团军。 时间是一天到一天半，所以我们呢是要考虑决心的问题呢，时间问题呢。啊，请同志们考虑一下，是不是可以现在就下决心？是不是？趁敌营的集团军一部队还没有登陆以前呢，我们呢先来一个方面军的反射击，嗯，把这个敌营先解决。如果以后敌营一部队来了，我们各个击破。 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朱兵种合同作战的战役演习。各级指挥员在这次演习中，对抗登陆战役的作战原则、组织指挥和协同动作有了认识，并受到了实际锻炼。